这个好辣。来随机抽选一名幸运咖啡作为我的饮料。是吗？我跳了150场，我有跳过比这个更多的吗？我都不敢用这边吃，刚补好福建。耶耶耶！不错，没有去补我的牙齿复健去了。给我折腾的。你啥时候回来呀？下个月9号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在你回来之前，我还要自己再去泡个2-3次。要不然我在上海太无聊了，没事情干。迪士尼也不是可以天天进的，我又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卡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卡，有些日子是不让进的。
我真的求你们了，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头套，你们发超话的反图，你好歹修一下子，实在不会修就别发了。没有图可以，就是不是一定要把图发到超话里边，好吗？那就可以，那可以把我的脸稍微马赛克一下。管理在吗？删一下吧。插画稍微留点有质量的东西吧，这个毕竟是插画，不是你朋友圈。晚上好，我看我是早上9点钟出的门，现在已经10点了，我已经12个小时没有戴牙套了，我要速速结束这场直播去把牙套给戴上，要不然白戴了。我觉得我都不太满意。我觉得既然是反图，那就稍微反的，也不说多好吧，起码正常点吧。像那种原图直出的肯定不太行。谢谢，江北第一吃辣，吃辣第一铁嘴。谢谢刘叔叔，好辣啊这个。谢谢铁剃送的皇冠。我在想，我都瘦了凹夹了，为什么我上镜还是那么胖啊？是我这骨头的问题吗？还是我今天起太早？其实我没有睡啊，人太肿了，现在人才消肿消下来。
对，我因为我昨天睡太早了，结果醒了，醒了再也没睡着了。哎，我脸已经瘦成这样，你看到朋友们这个凹颊，超模的象征，很高级。你这样看我脸跟骷髅一样，结果一上镜，嘟，一个圆脸，我都不知道变魔术。你现在看我跟那种有病的一样，那方面那种巨瘦骷髅脸，结果过眼那个镜头，哦，这个地方也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明明都快成那种整容脸了，处处。好像是也笑的时候也会变圆，但是这个直播是给我拉长了脸吗？还是我今天的这个角度？这个宝给我闷的。脸大了快瞪死你了，那你死了吗？你瞪死你算了。我这两边的肉没有了，这边肉完全没有，这纯骨头这个地方，就这还有点肉，完全没肉。也可能是卷发的原因吧，我先把撩上去了，我这样的话可能就哎哦。这样真的很显胖，朋友们，我发现了，我是今天发型不对，好像。是不是？我是今天发型不太对，朋友们，你看把头发放下来，脸立马圆了。要露耳朵，对对对，两边耳朵都要露，因为我是现在很流行的精灵耳，我以前以为自己是招风耳，原来我是精灵耳，朋友们，我是精灵耳，我显得脸很小。精灵耳是。这样子的，就是像精灵一样，我还是不够精灵啊，不够精灵，是吧？这样瞬间脸型特别像那种削过骨的这种噔噔，结果我今天公演非常失败，我是这样一个大圆脸子。全吧，没有哪个削过骨的人，这个地方是方的，好吧？我就快方出天际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能把你们削死。我一年365天，天天，也不是天天吧，就每场公演都在，我哪有时间去削骨？朋友们，要什么技术削骨马上就能恢复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应该全国推广一下子。我削骨，我就把这个骨头给削掉，脸就直接从这儿开始，哎呀，变这么瘦。就是咱们就是一个。外星人的节奏，把这骨头全削掉，噔噔。
谢谢第二个铁梯送我的皇冠，怎么回事？实在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钱去搞这些啊。有的话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的，能变美谁不愿意变美？主要是没时间，主要是没时间，而且有风险。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就很差，我就是一个倒霉蛋子，说不定事故就发生在我身上，算了。主要是像40分到80分是非常容易整的，但像我这种80分想整成90分就是非常困难的了啊，有可能还整成70分了，没必要。当你容貌焦虑的时候，有个非常好的办法，离镜子远点，关掉你的手机自拍软件，关掉前置摄像头，我闺蜜经常，她说她，我说我感觉我最近就是人很疲惫很憔悴，这个叫什么脸垮了，她说你离镜子远点，我说好。然后呢她说她最近感觉这个发型就是不太好看，完了之后呢她的那个眼睛又怎么是怎么肌无力什么的，我说你离镜子远点，她说好。每当你不自信的时候，你就打开你的就是美颜照相机自拍一张，然后告诉自己你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今天收到了3杯咖啡，我觉得很多。
但是咖啡并不能让我提神，咖啡只会让我消肿。吃的变态辣拍黄瓜，你可能抄不了作业，你可能会受不了。是四川麻辣那种，对。太辣了。不知道有什么感觉，这个好像有点化学辣，因为我现在的舌尖和喉咙有点那种痛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辣的那种痛觉。不介意。反正你随便怎么画，你只要最后标名字标示我，我粉丝也觉得画的真像。只要你画了一个漂亮美女，然后你旁边写刘增艳，然后粉丝觉得就是她画的好。只要是美女，就是我。因为我这就是在好几年前，就是很多很多家的周边产物上面的那个印花图案，撇开就是特有的元素不说。你给他换个名字，我也觉得就是另外一家的周边。对，像什么 Q 版头像呀，卡通应援服啊，什么卡通，就类似之类的东西。你要是把名字遮住，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家的。但是近几年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比如说他会做成你的 unit 啊，就是做成你一些比较出名的反图啊，或者是你一些特有的一些动作呀，
或者是一些比较熟知的表情包的那种 Q 版，然后就一画大家出来，哦，就是，对，元素会就比较明显。年货，年货一般是家里面的长辈准备，从来不知道年货有什么，然后也不明白自己准备年货干什么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啊，就是。不会，不会贴对联儿。也不会记什么来，就是主要是我也吃不完，然后我就觉得像什么别的东西也不方便，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过年好像只有春晚吧，比较算有仪式感的。对，我往年会贴福字，然后今年还没有这个，但是我每年的福字都不是自己买的，就是一些契机得到的 嗓子给我吃哑了，然后今年还没有得到福字，就看随缘吧，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缘，非常随缘。润润就润润。契机就是比如说什么买东西他送的呀，这种你可以把音量调小声一点。保护一下嗓子，还行，我觉得现在是我正常讲话的那个音量。我以为是觉得11点钟有点太晚了，要休息了，叫我把说话声音轻一点。我在想，那你把音量调小声一点。还好了，我不算什么熬夜侠。我一会儿，我觉得刚刚吃完辣的，它有点太咸，给我嗓子齁的 一会儿洗漱完，差不多12点1点钟就能，今天就能睡。对。
非常直男，多喝热水。暗夜堂是什么？就是那种护嗓子的那种糖，是吗？可以可以，可以经常线下来看。清凉润喉，我之前觉得那样也挺护嗓子的，就是那个枇杷膏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就喝一口，但是不要喝任何的水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干喝一口，然后不要再去喝水什么的。念三，枇杷膏就很粘稠的那个东西，对对对，就只喝那个，然后别的什么都不要喝，什么矿泉水啊什么都别喝，不兑水。就是那样喝，对，川贝枇杷膏，然后那样也挺护嗓的，对，就是它就是会挂在你的那个喉咙上，然后给你润一润，你喝水就嘎冲下去了就没有意义。特别齁，但是起码它不难喝，对吧？胖大海主要是胖大海，小时候经常看我奶奶喝胖大海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这个玩意儿像泡茶一样，太麻烦了。哦，对，还有罗汉果，罗汉果小时候倒是经常喝，我感觉味道还行吧，就是有点苦甜苦甜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很麻烦，就是只要奶奶不泡，我就不会喝。哎呦，我觉得好麻烦啊，长得就跟猕猴桃一样，然后中间有一点那个干掉的那个果实。罗汉果的味道还行吧，那种酸酸苦酸苦苦甜苦又酸又苦又甜那种感觉。你可以试试罗汉果加胖大海，会不会就是双管齐下一点，一加一大于二，会吗？但是药的味道不就都是怪的吗？天呐，感觉是什么？我还是就喝点川贝枇杷膏好了，我就喝一喝一，每次就喝一口，一小口，然后这样吞下去，就让它挂在喉咙上面，感觉非常的。舒服，就是既感觉喉咙也润了，又感觉得到心理安慰了。小时候喝过一阵子中药，我都快忘记了，我不知道。
是不是每家每户煮中药都有一个专门的那种黑色的煮中药的那个壶？我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但凡一说到煮中药，大家就都有这个东西？哦，是因为市场上有卖的。我到现在，你跟我说中药，我感觉我嘴巴里面都还能想起那个中药的味道，以及喝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碗里还有一点那个药渣渣。但是呢，就是家长又得，他又会逼你，最后那点药必须得喝完，你就会吃到满嘴的渣子。然后喝完最后，真的。是，小时候就是用那个纱布过滤着煮的，但是就是难免就是下面就是有那种渣子，还有那种长得像那个叶根儿一样的树叶根儿一样的那种，每次。对，就是最后那一口是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那个味道的，还有那个口感。然后还有一些渣子会藏在我的那个舌头下面，就是明明。已经受完这个痛苦了，结果嘴巴里面是就是会分泌大量的口水，然后每一次的这个分泌的口水都是苦的。然后就马上去漱口，对。现在煮的，我看现在的中药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，直接热了就能吃，非常厉害。不像小时候，小时候真的是每天晚上煮。又烫，然后呢，就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家里面人以为你不爱喝中药，啊，不，也没有人爱喝中药，就家里面人以为你在那儿阴阳怪，在那装怪，你知道吧？不是阴阳怪气，在那装怪，然后就说你闷头一下子就喝了，就是意思就是长痛不如短痛，但是谁这个道理谁不明白呢？问题是这玩意儿烫的，谁能一口气给它灌下去？那不得吹凉了再喝吗？他一直跟我说不要一口一口抿，这样更苦，怎么怎么样的？那他烫啊，真是无语死了。然后我就说烫，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喝。然后他们就拿，还有他们拿手试一下，他们自己也觉得苦，他们不愿意拿嘴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拿手试啊，哪里烫了，快点喝，真无语。对啊，他跟我说什么药凉了就没有药性了，就是说要趁热喝，然后拿手在那试，什么什么根本就不烫，不要在那儿，就是不要在那儿，就是反正怎么样的，反正就是快点喝。在那种就是，人感觉舌头要烫掉了，然后又苦，那边在大头大大口大口灌，我感觉就中药是到底是中药先把我的病治好，还是因为喝中药先得那个叫什么食管癌？主要是他们也不傻啊，你们有本事，你们拿舌头试一下这个中药烫不烫？他们拿手试啊，他们拿手试说，就是一杯一杯中药，他们拿手说根本不烫。我这个舌头感受的温度跟你手感受的温度能一样吗？给我，幸好小时候没有喝太久的中药。就是喝到后面会干呕，就是药吐，不知道为什么药吐不出来，但是就喝着吞下去之后就开始干呕，但是药还没喝完继续喝，而且喝药的中间还不能喝，不让你喝水，说这样会把药给冲淡。我好像就喝了两三个月吧，我就没喝了。
喝着就想吐，生理反应，我觉得也是那种，也有心理方面，就是那种潜意识会自我暗示这个东西会让我想吐。那小时候因为哮喘，然后把肺咳出过问题，然后就吃过一段时间中药。对，现在没，已经不那么辣了。我小时候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，跟你们说过吃鸡蛋会吐，还有什么？其他的就还行，其他的我都觉得我还行。小时候也。不怎么挑食，因为蛋白，因为蛋白。我一闻到蛋白的那个，就是白水煮鸡蛋，那个鸡蛋一剥开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，我都会习惯性的干呕。对，我得蛋白和蛋黄混合才行，但是单吃蛋黄我也 OK， 就是蛋白我没有办法去单吃，蛋腥味吗？可能是就是那个蛋腥味吧，茶叶蛋也不行。我家里面人试过非常多办法，什么卤蛋，还有什么就是茶叶蛋，还有什么那种蘸剁椒酱油什么的，反正都试过，就只要这个蛋白和蛋黄它是完整的，我就是不行。醪糟蛋也不行，就是什么荷包蛋啊，就是不管你用什么烹饪方法，什么调料，只要它这个蛋鸡蛋是完整的，蛋黄和蛋白没混在一起，我都会不行。炒蛋可以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，我想我家里面小时候说我装怪，但我真不是装怪，就是吃不了。你们就不要老是问一些相同的问题，我都说了完整的蛋我吃不了，你们老是问一些炒蛋呢啊什么什么蛋呢什么的，你自己问问题之前自己先想一想这个问题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。自从我初中毕业之后，我再也没吃过煮鸡蛋了。因为我知道我吃了会吐，我就没必要去折磨自己了。然后什么，经常拉面里面不是也会放蛋吗？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料理，就是都会放那个半个溏心蛋什么的。我都不会吃的，还有很多那种盖浇饭啊什么的，它也就是切半个鸡蛋在里面，我都不吃。
啊，我现在看到那么多说这个蛋子，我突刚习惯性有点出现生理反应了，我有点一下突然有一口那种酸酸的液体从这儿反到了这儿，然后我又给它吞下去了。就是有点反胃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粉蒸肉还行，就是能吃点儿，不会吃太多，因为有点腻。反正得做辣一点，我才爱吃。鱼就是海鲜类的，我都还挺喜欢吃的。烧白，烧白，你说咸烧白还是甜烧白？我就是都不太行，都感觉有点腻。我不爱吃非常腻的东西。生腌海鲜也 OK，但是我不吃任何，就是，鱼子啊这种。不鱼就是腥味重的，我能接受，但是我不吃鱼子，真的不吃鱼子。对，我吃蟹，我也喜欢吃那种大的蟹，因为我吃蟹吃的是那个蟹腿肉，我不会吃什么蟹黄啊，还有就是蟹中间那一块里面的东西我都不吃，我喜欢吃蟹腿，蟹腿上的肉。对，我不吃精华。我为什么要解决我呕吐的问题啊？我这一生当中，我就算不吃鸡蛋，我也不会死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解决我这个问题？这是我不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。它对我的人生造成不了任何影响，我不能吃，我就直接不吃，不就完了？我又不是特别想吃，但是又不能吃，我觉得哇，好痛苦。我本来也不想吃，又不能吃，那就不吃。还有什么忌口？对，一个是鸡蛋吃了想吐，但我吃鸡蛋不会死。还有一个是芒果过敏。其他的好像没有了。我还有什么不爱吃的吗？或者是我不喜欢吃太腻的？对，香芋就是很闷的那种，闷的让你发腻的东西。我不爱吃香芋。对，然后不爱吃那种煮的羊肉汤。就不吃羊肉汤，但是。那种烧烤的羊肉，或者是火锅涮的羊肉，我可以。哈哈。然后那个折耳根是我 get 不到，就是我能吃，但是我也不觉得难吃，就是我 get 不到它的味道，所以我就不吃，因为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我又 get 不到，我吃了有一种就是为什么要吃呢？然后秋葵我也不吃，也是我一个 get 不到的，就是我觉得有点
有点恶心加我 get 不到味道，就是我就不爱吃，感觉自己很挑食啊，好多不吃的东西。其他的应该还行，其他的还有什么吗？还没有了。想一想啊，煮鸡蛋，芒果，就是完全不吃的，煮鸡蛋，芒果，羊肉汤，其实只有这三个是完全不吃的，其他的都还 OK， 其他就是选，可以选，有选择性的，就是秋葵和折耳根要吃也能吃，只是我觉得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不是很想吃。对，那个菜也是属于 get 不到，就是也能吃。哦，还有，对，还有鱼子，鱼子完全不吃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都行，就是你们不爱吃的什么胡萝卜呀、苦瓜这些我都吃的，而且我觉得还不错。还有什么芹菜呀、香菜呀，就很多人不吃的我都 OK。香菇哦，菇类的我太喜欢了。还有什么完全不吃的吗？苦苦的，就是他们本身就是苦的味道呀，而且我觉得苦不就是味觉中的一种吗？就是我是能接受苦的，而且我是能 get 到苦的。干煸苦瓜特别好吃，就是既没有什么苦味，但是也会有那种比较清爽的味道。你们懂那种清爽吗？干煸的那种清爽味道。就是它很有那种菜的味道的感觉，喜欢有菜的味道的感觉，比如说还有什么芹菜、香菜，它就很有菜的味道。我喜欢吃这种有非常有菜的味道。就是你如果不爱吃的话，你就不吃呗。那我也不是爱吃，就是我能吃，然后我也不是说哦好喜欢好喜欢，但是芹菜我是真的很喜欢吃，特别喜欢吃西芹，生的，凉拌，生吃，或者是用水稍微焯一下。吞口水了，黄瓜我也很喜欢吃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青菜、豆芽、莴笋，这些我都很爱吃。啊，胡萝卜生吃也很好吃。还有，小时候特别喜欢生吃藕片，哦，不是藕片，生吃藕，然后把它切成片。冬寒菜是什么？有没有比较地方的叫法呀？这种官方的叫法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能生吃，就是有点嘴巴里面的那种淀粉的感觉会很稍微大一点。
重庆就叫这个，我不懂你们重庆的叫法哈，我是成都的啊，我是四川的哈，不是你们，不是很了解你们重庆的地方话。哦，腾腾菜，腾腾菜非常不错，我太喜欢吃腾腾菜了。我可以煮面只放腾腾菜不放面。对，我们那边叫瓮菜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太一样。上海话也叫瓮菜吗？哇，すごい！你的女生来哪儿了？我们还瓮菜，我们也读瓮，不读瓮，读瓮。我是四川乡坝头的，我没听过七星椒是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城市里面的东西。草头又是什么啊？你们都是老讲一些我都没听过的，你们能不能讲一些我们村里面人知道的东西啊？你们老讲这种大城市里面的东西，我都没根本就不知道。像豆苗一样，那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呢？像豆苗一样，我说我不是什么农大毕业的，你跟我说像什么一样，我说哦，就是我都不知道呀。金花菜又是什么？怎么有那么多？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菜？你们平时吃吗？我去问问你们，你们知道那么多菜，你们平时爱吃蔬菜吗？薄荷叶一般是喝东西的时候放的，好像很少。或者是做那种牛肉的时候，凉拌牛肉的时候会放的，很少会运用在其他的烹饪里面。就是有一道菜是把那个，牛肉裹着芹菜，然后配上那个
一些比较麻辣的酱汁吧，外面再裹一个薄荷叶，就很好吃。我忘记是哪里的菜了，新疆吗？云南？嗯，就是我这个上睫毛怎么跟下睫毛粘在一起了？但是我是真的很不爱吃江浙沪菜系，因为我感觉这边就是所有的菜都是非常寡淡的味道，加点酱油，加点糖，好了。可恶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因为我知道，我来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的番茄炒蛋要加白糖，我就一个噔噔噔，我说番茄炒蛋不是该加白盐吗？还有你们这边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关于藕的一道菜，然后做的我以为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像那种藕夹肉，然后被那个红烧过一样，结果我夹起来一口是那种甜的发齁的那种。我就感觉我那一瞬间我就走了，我饱了。我以为是夹肉，因为看起来像肉，那个颜色都已经，我以为是红烧酱油渗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肉它有点泛棕色了，结果是糖渗进去了。对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东南亚菜系，我也不是什么正。啊，这就是，这是中国，然后靠下面这一块这一道，我连带着这一节，我喜欢吃这里的菜。喜欢吃酸辣，对，冬阴功。云南啊，然后在云南再往下边那些国家走。对，什么凉拌生鲜，没电了显示，那我就40下播。对。好，拜拜。